这是台湾，我们的家，被意识形态绑架空转很久的家。小时候，长辈常说，只要努力，就能赚到钱。我们现在长大了，我们不懂政府怎么拼经济，我们只知道连一间房子都买不起。我们有些人甚至要离乡背井，我们忘不了分离时的泪水，我们很无奈，我们也很愤怒。无奈的是，我们不是不够努力；愤怒的是，我们当时没有做出选择。这一次，我们不再意识形态，这一票，我们为了自己，也为了下一代。